蓝色就像海一样的蓝，像我们这个招染布的话，都是经过漂洗了之后，它不会染色了。而且你看我的手都没有那个，都没染在蓝上面。 Tie dye. It brings up images of Woodstock, hippies, and the summer of love. But what about the Bai people of Dali in China? We We're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e home of the Bai people. We are called Bai people. We like to wear white. 板主人嘛就很简单，就喜欢觉得白色是显得干净又纯洁。Aside from the color white, they also love blue, specifically this shade. 蓝色就像海一样的蓝。招染的背后的话，都是有一种是叫做植物染色，它名字叫做板蓝根。Woad is also known as apse of Jerusalem, and has been used in Europe as a blue dye. It's similar to indigo, but with a lower concentration of blue pigments. 它是住在我们大理的苍山上面的，都住的好多好多的，是一种药材，像我们平常都是要喝的，比如说拿几片可以放在茶叶里面，都可以偶尔喝一下。The Bai people believe the tea has natural health benefits, and often use it as a flu remedy. 板蓝根的话，一般在7-8月份就可以收了。收了之后呢，我们又把它放在一个桶里面，经过2-3个月的发酵，我们才做成那个染料。The Bai people have been making tie dye with these leaves for a long time. 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人发现，像我们老的那一辈发现的，他们去干农活的时候不小心弄在衣服上面，结果他们才发现这个植物可以染布、染衣服这样子。 我们做过这个粘染的话，有1000多年了。1000多年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第一个先换土，我们板主任的话用比较喜欢鱼呀、花呀、蝴蝶啊，都很喜欢。粘这个过程是时间最长的，有些一块布是十几天，也有些20几天的，最难的。印好了之后，我们去染，染好了之后还要去拆卸，拆了之后还要漂洗。 7-8次左右的那个过程，漂洗了之后呢，就把它晒干啊，晒干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成品了。像我们这个粘染的话，做的很多的，比如说像T恤呀、衣服呀、围巾啊等等，或者是桌布呀、床单、铜饰呀，都很多的。 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服饰，我们板族都很喜欢手工艺的东西。